谁迷路了？只要像固执的野狼般朝北走，就一定能到。野狼，你指的是南方。我一直在说方向不对，你根本不理我呀。马家娘子，马家娘子，这个废人怎么还有废人？那才干净。我是无用废人，死了更干净。这附近真的没有相似的病患吗？听起来有点意思。客官，这边坐呀。嗯，好香。姑娘，我的粥要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对了。财神庙往北约200步，槐树之下有古井。北。哎，你指的又是南。